这一念断处就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等等，自是称作月，称意月，木许意月，善相通，这表示无情说法，无情的化丑啊。寒淡什么东西啊？寒淡是合化啊，所以在福曲就无通的是合化，也就是父亲所表示的棉花哦。自是趁蜜月，寒淡的棉花有寒出水，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就表示我们真心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苦恼的世界，生生死死轮回世界，心不染。知之趁蜜月，就时时刻刻的，就是我们的蜜月的这个月亮，怎么成蜜月呢？就是你光明还没出来，一点的月亮是发光光明了。就是这个寒潭的这个棉花炉，刚刚是还没出水，已经把我们这个心啊，撑都支撑住了。就是我们这个心，再未出尘劳的时候，它也不污染。出尘劳之后，当然大放光明，啊。就知之称意月，就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心的，就都有这个福性，就在众生身上也不少一份，就寒淡知之称意月都有。木许意月，三藏中三相中，木许是桂花，桂花是花瓣，你一般都一香啊，那不因为这个桂花这半香那半不香啊，没有，都是一样啊。就是我们的形状真心就像木樨花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都像木樨花一样，都是三相通，就是不认识为净所迷，随着外境了是苦恼万般，是要修佛法，要念佛。有的人勤勤问众里求解不其心，这是说知识分子，有些知识分子啊还晓得附近的好，还是研究附近，勤勤问啊，勤勤经是佛所教佛说的话，认是菩萨所教的论，在这里你就都经问，众里求解不其心，一天到晚的就跟这个名相怎么解释，那个名相怎么解释，研究佛学，尤其是现在法相中专门是研究佛学，不起行，不去修行，没用啊，是吧？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这是王阳明先生说的，你知道一道你不去行，怎么得到啊？分别名相无休止，若海殊萨徒自心，分别名相无休止，正是说的法相中的。这法相中不能分别名相，还有八万四千法门呢，分别的无休无止，不去修行的。这样的人呢，若海殊萨无休止，不是啊，徒自心，这海是殊萨。肯定杀不得了的动，你数得光吗？数得清算吗？
突然自己辛苦劳碌没用处，初当日正叮咛初他正宝无几分，不在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是属他的别人的珍宝，我们就是研究经论跟修行是属他的珍宝，这分别这个人开悟了吧，这个人不开悟了也属他的珍宝，对自己没用处啊，就自己用功，从来正等行不逆啊，难免枉渡蚊子坑，从来真的行不逆，你假如走路脚步不健，越不往直前，这边兜圈子走走回来兜兜回来，那没用处，难免枉渡蚊子坑，你这样子研究啊，走到蚊子坑里面没用处，所以法相中非得自己不好没修行，而且做坏事，用考据学考据了佛经文言中是伪造的，伪造的这堕了坑你还自己不知道，你于此一憾癌海上城楼省世界，这种人呢是于此，哎，你说属他的珍宝有什么用处啊？这是痴子的傻子嘛啊！海上城楼大家知道，海上城楼是假象啊，太阳光照着这个雾，海上的雾气显现假象，那真的啊！这只违约王师公跟尘发走盲揣摩，这只违约用手指啊，指月亮叫见月亮呀，这不均价见手指那错误了，就照了文字像而不见文字，手指是月就激动本性他不知道啊、跟着发中王揣摩瞎猜啊，猜想啊，跟着啊就心思跟精神上瞎猜啊，就在尘劳上猜，心为干静为尘啊，两种犹如镜上痕，什么叫根什么叫尘啊，心是根，境界其境界是成楼、这两种犹如我们法身把这镜上的痕迹灰尘，这两种都不要要共同脱落，就念佛法就是要念到共同脱落，横个静静光之邪，心静双亡心来正，就告诉我们横够静静光之邪，就镜子上的痕就是灰尘龌龊都消光了，那么这光明就放了，就说我们念佛念到家了，念到根尘脱落了，心光就显现，所以叫做心静双亡心来正，念佛的这个妄心所念佛的这个正号都脱了都没有了，那么就见到真心了，所以不要执着有佛号好念是这个，要念到佛号脱落是这个，非不非是不是好泥沙子天泥石，非不非是不是，你就不要去管是非得失，不好的事你执着不好不好，好的事执着好好好，是吧，不要去执着，这个非是这东西没有定，没有一定、你看的不好别人看的还是好的、你看的好别人看的不一定好呢，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人好看没，那看的哎呀不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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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人丑，他说：“哎，不丑不丑，蛮好。”这没定论啊，都所看人的这个知见倾向不同，这实践情绪不同而分不同，所以非不非是不是，不要去管他。
好你差之天你是退吧一点出发点退吧一点走过去就差得远了啊、哎、好你又差天地学佛所以说我们修道要认识正路是第一不要听那个邪法啊要知道怎么样才成道所以这个事情我都给大家指的又指所以不要出错释迦牟尼正成佛为了善尽人生时只有两个典故释迦牟尼正成佛讲你走路走路走正了走正确了牟尼现住马上成佛就是我们这个法华经上有华严经上有牟尼现住成佛所以我们成佛不来就在我们的通身放下哎非得再见人生时这又是故事现在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讲了就是本来是蛮好的但是弄错了他弄错了是人生也得不到这个出生到底去了总信邪处之解不打如来本性怀总信邪了这是我们的总信啊有五大种性现在不易解释了就是人的根性不大同一定是这个二乘见一定是大乘见一定是三处见一定是外道见一定是邪道见种性邪处之解不自解错误之后啊就不大如来本性怀喽也不能到了因为真正的意思不懂的喽二乘苦行非究竟外道一生重之坏二乘苦行非究竟就是罗汉道这个辟支佛道二乘修行非究竟为什么呢啊法之未亡叫有余涅槃昨天我们讲了是吧有余涅槃它不究竟也不彻底外道一生重之坏就是现在做气功啊做气功你身体啊身体那个永远不坏吗长生不老吗不可能你活了一千年他还是要死是重的坏不思议解脱念恩萨大地藏不起不思议解脱念就解脱的力量大的你想象不到不思议不可思议就想象不到不是我们思想能想到的解脱念什么解脱就是明白了一切都不可得不要去自己绑自己就解脱了恒沙大地载不起恒沙的世界就世界多的恒沙这样对恒沙多的世界跟大地都载不起来地不能载幕后不来不如灭圣圣波若波罗蜜这两句就是说波若波罗蜜同时伟大波若波罗蜜我们讲了波若大智慧波罗蜜度过生死苦海都就上生死苦海彼岸之上都生死彼岸之上就是说时时刻刻我们不要忘记幕后波若波罗蜜的力量就是要开大智慧连正教人群翻身踏倒一盘命一盘城连正教牧人群连正大教不讲人情不讲事故讲人情事故那就是小正教因为大正教是弹道之论一切都斩断没有情是吧讲人情就不行了翻身踏倒一番城反过身来啊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此岸上啊就坐相啊翻过身来就坐上在彼岸之上啊涅槃城就是生命灭已经灭围绕着地方那个地方也不住
也踏倒了。因为昨天我们讲的四种涅槃，是吧？就无数住宿涅槃，涅槃成也不可得，是吧？命哪断，至今日，好多风光化神，命哪断？命亡，就是我们这法身叫命亡。为什么叫威王呢？叫大隐牺牲，无所不报，叫威王，就是我们的法身。那般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无名之前，叫那般升起无名来，就变成这一般，就变此安。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本性，就到威王那般。我们从威望那边到今天，就是我们有无名包裹，造业生死，就到了今天。到今天之后，我们修道真成功了，恢复我们本性光明了，也恢复到我们威望那边，就度过生死苦海，彼岸之上去了。那个时候就是。好多风光化不成哦，就是潇洒自在不得了，没办法描摹，没办法画出来，所以叫做清心入觉，言语道断，没办法描写，只有自己证到这个地步才知道。要方便门善巧说，善巧开。五种生念总不坏，方便门善巧开。我们修佛法都是方便门吗？不是命法，就法本法无法命法，就开方便说法，就对机说法。善巧开呀、啊，对这个众生开这个门，对那个众生开那个门，不是一样吗？所以大家不要认定一个。净土宗，净土宗是善巧开了一个门，对机说法。假如我们念佛念的不得力，我们昨天讲了，就是修别的法，所以善巧开就是故不得变啊。苦中生念终不坏，苦中念这经得起考验了。随地的念不稀奇，还对谁？佛里生出念化来，啊，这真是，就是我们在这娑婆世界上，这么烦恼，啊，看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烦恼，就这个烦恼当中锻炼出来，你心空净，不念着，你正道本性，它永远不坏了。你不是这一世的事情，是永生永世事情，这更不坏。永世善从无无生，永世善从，就是我们要有大仁大勇，所以我们的佛殿叫大雄宝殿，善从。五生，我们这个犯戒呀，有轻有重。但是我们有犯戒之后啊，我们要有大勇之心，吃过忏悔，不再犯啊。所以这个重从，也是两种解释，犯重，犯从。犯了这个再犯，还有犯从。哎呀，世界现在的人的根基差，可能有这样的坏处。所以，假如第二次再犯了，哎呀，更为要小心谨慎啊！勇士啊，把道观啊，为大勇士念啊，心念要念住。哎呦，犯了戒了不得了了，这也要拿掉，
七七是不能再犯了，再一而再不得了了，再而三，哎呀不得了了，更不得了了，不能再而三了，犯重罪不过是一而再啊，不能再而三了，这永远是犯重罪。悟无声，这个悟字非常重要，你不悟啊，那个罪过不得了，因为你犯了戒，你悟了之后他性空了就了了，你不悟的性空不了，还有那个罪障盯着你嘛，是了这一障本来空，不了并须还俗债，还俗债人，我不是这么清醒，勇士，这个勇士非常重要，大智大勇，斩卦啊，早已成佛无障碍，你真能够都死光了之后嘛，你成佛喽，是吧？哎，一切处皆然若，无漏无尽无牵挂，一切处。叫南若，南若叫寺院清净场所，一切处都清净场所，不要去分，哎呦这叫闹啊吵啊，那叫清净啊，不要分啊，你心空就是了，无闹无净无牵挂，没有闹，没有闹，没有吵，没有清净，你就要听话的上面就是了，依然又去无走，无走遍，游戏人间是潇洒啊！依然又去无走遍，就是依然性很快速，一样东西没有，依然只能无走遍，这个地方是没有走开的地方，又去。又是幽静，清静得很，顶着拉的地方是幽居无走地，没有走盖的地方是心，心是无走地，你坐在这里不要动就是了，叫无走地，不是一个地方无走地，无走地是我的自信心，叫无走地，又依然幽居，坐在这里不要动，你尽管闹，哎，又不想干，你是人间是潇洒，你怎么闹游戏人间啊，游戏三昧啊，不潇洒自在啊，是吧？江月照风风吹，更与何处借作为，江月照风风吹，这讲写景啊，这写的清净的景子，江月照这个月亮在天上照到江里面，这江水清净，照到里面显得很清爽，是清水洗江面，我们念佛也是要念到心如清水，佛如月亮照了心啊，松风吹，风从松里吹过来的都清香啊，都洗净，现在我心清净了，如是如此，你几个烦恼我就松风吹，根与何处借作为，就无处无为了，无为地了，清不清净了了，还有什么有作为呢？所以就是叫我们的念佛成道，参禅悟道，都是一样，万事古今如电风，三千刹海一如苇，万事古今如电覆，覆尘啊，一下子过去，像电，闪电光，快得很啊！不要看见我们世界呀、已经成立几亿年了，看起来也很快，一下子几亿年了，像电一样就过去了。所以不要念这个世界，世界不可得，三千刹海
一轮为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我们这个刹海，就一刹一刹的大海，多得不得了，刹是刹土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刹土、啊，这大海、啊，不过是一个轮回，一个轮回。深禅林，胡杂树，月媚又生是之助。深禅林啊，深禅林就是香树，檀香的，是香树。这个里面是有杂树，就这边什么草都没有，就是说我们的心间，在大家这一块，哎，就深禅林。都是香香的树，心中不没直接就观念颠倒，这个杂树就没有。那没有在你是不树，这个地方是由我们等你见到的人等你按住不动哦。你越没有在，就是树林叫越没有常常越没有又近又生命。静静，静静不自由，手手飞行在远去。静静，静静不自由，这环境啊这么幽静，在这种大树林里面啊，都是独自来往。为什么独自来往呢？因为它是绝对真心啊，没相对东西啊，你相对东西就人无是非了，它绝对真心。嗯，走色随心渐远去哦，就是妄念颠倒都没有了哦。嗯嗯，清净明照无碍，忽然容彻自法界。清净明照无碍，就是我们心一些妄想妄念都没有了，还有朗照大千，还有无所障碍了，实际上比如经说的比如光明无障都是光明无所障碍，那就没障碍了，就是我们心也是如此啊。忽然容彻这个法界，忽然是宏大辽阔虚空，容彻是照亮无比，一点灰尘都没有。这一片法界，法界就是我们说法界，就四圣六凡都朗照，观相身楼隐若现隐现，是吧？观相身楼隐现明，不对，观相身楼隐现中，不是名字的名，这是当中隐隐现现，就是一处。观相身楼就是我们现在你看一切名词起句啊。啊，都千差万别啊！在我们这大街上，我有这个什么百货公司，那个什么公司，那个什么商店，来相声的，就在我们心中隐现，或隐或现啊，就是，不是隐现名啊，一颗圆明无内外，一颗圆明就是我们真心，来动，绝对一个。那两个相对，啊，没有内没有外啊，所以说我们的真心啊，一切都没有。假设有内有外就怪了。日可冷，月可热，其间忽然筷子伸出。日可冷，月可热。这比方说，你纵然太阳可以冷却，太阳是蛮热的，月亮可以热起来，你纵然能做到，但是你的邪见啊，总不能把我的这个说真理的话能毁坏掉吗？就是你纵然有这个本事，把太阳变冷，月亮那么热了，也不能破坏为真水。如今空有大无边。
螳螂岂能拒抽车，无尽空间，你们一个东西都没有，有一点字字寸寸东西都没有，在那空间像有些东西寸寸字字的，但是有筋有骨有筋骨，这里没有筋骨，就字字寸寸都没有，无尽空间，大无边，一个东西都没有的空间，最大了。你看看，就是风的力量就比水火力量大，将来坏事四三天了，火烧出山，水淹二城，风回三城，风的力量就比水火大。现在无尽空间大，就是我们心里的，再比他力量大就没有了。螳螂岂能拒车也车，螳螂的腿两把刀，能挡着车子轮盘吗？挡不住啊，除非狗你把你压死了。如是唱，如是听，不曾开口何以定？如是唱，如是听，就如是说就无所，如是听就无听，如是在就真正的话就无所，真正听的话无听，就是未曾开口以何境，所以没开已经可以讲完了，没听嘛，没说嘛，是吧？现在说又动手了，是吧？三世诸佛齐唱和，尽未来际无穷尽，尽未来，因为这个正道都是永远在说的，所以我们大约是用和了句，就叫解脱歌，叫地道永嘉禅师的韵和合唱。所以说三世诸佛齐唱和，唱和唱和永远不断听的，不是、啊、我的佛性是无尽的、啊、三世诸佛无所的说，说就是无所，是尽未来际无穷尽，即是实界，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就是未来际，尽未来际，未来际有时光方尽了，忏悔无尽，无穷尽，就等于佛性是无穷无尽，忏悔不觉哈哈大笑，何哉何愿？唱完是哈哈哈的笑了，嗯，喝的哈大喝一声，不把开条口喝不拢吗？不怕你今天开口唱啊，喝不拢嘴吗？是吧？众人齐道，这风态，哈哈大笑，毕竟这么深。就是问你们大家，大家你们说说看，我们大云法师们哈哈大笑，究竟为什么？大家说说看。上元下英老人名李中鼎，公元1905年是生于安徽合肥李家，2000年农历正月初一弥勒圣诞日，于谈笑间坐托力亡，随缘逝寂于上海，享年96岁。舍报后数日，红光满面，栩栩如生，室内异香扑鼻。4月6日，在普陀山观音道场举行涂皮仪式，祥云瑞光，瑞相昭然。涂皮后，或舍利无数，各方迎景，造塔供奉。老人年轻时，因痛感人生如朝露和世人之悲苦，
发心学佛不是昏学，气绝名利，精研经藏。后来师从吴相密心中心法二祖王香禄上师学修心力，融通禅境，彻悟佛法心要，得大成就。老人于1958年受阿舍离灌顶位，后人尊称为心密三祖。老人为少龙佛种，陶冶龙象，大悲心切，根据大正新修大藏经密部经典佛心精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二卷，唐菩提留之意，出而广弘心中心法。该法简练易学，既不用修家行和前行，也不需观想或观相，依仗佛的密咒和手印的磁力加持，能迅速消障开慧，圆证菩提，也可借第四隐之功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还可以随愿往生诸方国土。它是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融禅净密为一炉，适合末法时代众生了生脱死的最当机大法，有志者当求而修之。老人外现居士身，内密菩萨行，道风高峻而平实，一生严以律己，言传身教，谦逊恭下，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为佛宣化，传佛心业，兢兢业业，竭尽己力，功德巍巍，人天供养，足迹几乎走遍全国各地，还应美国同仁的邀请，不顾92岁高龄，远涉大洋赴美国各地讲经说法，学法弟子遍及海内外，学人经老人悉心指授修法，得心要而明心见性者不计其数。老人曾应诸方邀请开讲《首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圆觉经》《心经》《弥陀经》等重要经典，在上海寓所和诸多地方对学法弟子做精辟的开示和讲座，著述有《佛法修正心要》《恒河大舍印》《心经觉醒》《中有成就秘诀》《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等重要文集，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和录像资料。老人讲经说法广引博征，应机施教，生动活泼，圆融无碍，无不从自信三昧中流出，令学人听来如饮甘露，如沐春风，幡然醒悟。为了使广大修行者和后人能够亲耳聆听老人的开示，从而误入达摩西来拈花印信的宗旨，经由门下弟子尽力多方搜罗，将老人所讲的录音资料和录像资料记录成 VCD 激光影碟一套，并合成字幕，架名《拈花录》。在文字整理过程中，采取了严谨态度，保留了原来的口语风格，力求正确完整。其中采用了4种标点符号，分别是书引号，用于经书著作的名称；小括号，用于补充文字顺畅文意；中括号，用于个别方言的诠释；星号，用于无法听清的内容或个别人名。问法者讲话字幕用不同颜色以表区别。由于较多音响资料录音效果较差，更由于记录整理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难以幸免，望诸方仁者明鉴指正。总而言之，老人灌顶传法40余年，说禅说密，苦口婆心。拈花录收集的资料虽然很有限，
但在在处处流露出老人慈悲恳切的作风和广利友情的悲怨。老人家或直指人心，和盘托出，言下指挥，或循循善诱，触类旁通，令礼物事修融入不二，或痛惜流弊，反复叮咛，或写显证。故希望得借拈花录的同仁能升起稀有难得之想，反复观摩，举一反三，必有当机之处。同时，当时这一切无非是应病欲药，善巧方便，故于反复观摩之际，切记勿止文字，僭越妄旨，不落言权。与老人言下得各入处，识字本心，见字本性，精勤除习，大机大用，得大自在，方不负老人的一番苦心，也是记录整理者所至导也。记录整理者河南，公元2003年，国历2547年5月。